你们是谁？乔儿，等等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别动！不行，两人之间只隔着一扇帘，若让他们撞上，就前功尽弃了。月下，今日是本姑娘的生辰，特意献上一支舞送给我最重要的人。啊，好好好好好。这三片神石竟没继承兄长半分聪慧，被嫂嫂耍得团团转。哎，哎，静恒，你说等待时机，这要等到何时啊？就是此刻。我们三人相貌一般无二，乔儿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